今晚就是平安夜，咱们加快速度把家里布置好。哎，要让我一日颠倒了。话说啊，我们也是邪恶的妖怪，这么大张旗鼓的过圣诞节真的好吗？啊，说起来以前圣诞节我们恶魔学校都不放假的。难道说林老师想借机净化我们？林老师，您这么神秘兮兮把我们叫到房间里来做什么啊？我们来录个像，把它当作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兄弟们，还给你们准备了节日气氛的衣服。林老师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，再怎么说我们邪恶力量也是有尊严的。免你们一个月房租。现在就拍吧，横着拍还是竖着拍？有没有化妆？咱弄得更漂亮点。啊